安妮卡美能达绿色音乐会暨环法单车储电达行动启动礼日前取得空前成功。今年大会继续透过踩单车为音乐会储电，藉住提高大众嘅环保意识，同时亦为慈善机构点滴式生命筹款。We have successfully organized clean concert since 2010 and combined four elements: green, sports, music and charity into the green concert。咁就頭先到呢個大會講咧，就今年真係非常之成功，有37隊隊伍參加，就為點滴式生命咧籌嚟大概係37萬嘅一個嘅善款。安妮卡美能達今年特別新設環法單車儲電大行動環節，將環法單車大賽指定嘅訓練單車搬到香港，參加者可以喺著名嘅環法賽道上邊模擬競賽，為音樂會儲存電力。而當日互動大使鄧麗欣仲親自嚟到現場，為參加者打氣同埋表演添。这天生已是信在受苦无力面对。我知道你今年啊，哇，个成绩都好唔错喎，筹到系咪36萬啊？是啊，有超過36萬的即善款啦，是由呢個27間嘅企業係捐助。咁而且咧，今次參加呢一個叫做環法單車賽呢個比賽咧，有37隊隊伍係破曬歷年嘅紀錄嘅。安妮卡美能達綠色音樂會201412月18號會展，約定你。愛地球，由心出發。